关系哦，我只能说啦，这个唱片公司哦，真的是砸了很多钱哦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 MV 上路，你们知道花了多少钱吗？700万台币，就是要把这样好的一支 MV 拍给你，而且这支 MV 是跟韩国导演合作的吗？是，跟 Rain 拍过 Rain 的那个导演。OK， 所以这段话的时候怎么样？就是合作方面，就觉得还蛮不错，因为还蛮喜欢他拍摄的一个手法跟东西，然后所以这支，哎，你看了没？好不好看？你觉得？对，我拍的不错。对，因为你换了3套衣啊，两套啊，对，3套，女主角就7套啊，对，那这次也有跟很多人合作，很多第一次啊。我们知道第一次嘛，就是在这个中国到现在为止是2009年最好卖的一张专辑哈，对不对？这张最是恭喜韦伯，那也跟很多的我们的巨星合作，例如刚才那个 Akon，对。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就是他人非常的好。第一个见到印象是哇，你好黑哦，这么黑啊。Okay. 然后就后来再见到，就在聊天就觉得他人非常好，很亲切。本来以为说你知道像那种好莱坞明星啊，对啊，那种有价值明星会有很多人保镖跟着他。就在录音室里面，我的人比他的多。他一个人而已，然后就非常的平易近人。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合作。OK， 而且据说他做了一件前所未有没有做过的事啊，他把名片给你啊，拿名片给我。Okay. 我有试着 email 他，他没回。还没回，太麻烦了。OK， 我也知道说这张专辑有很多家的歌，就是那当然这么多申请好歌，要说到这张专辑的申请好歌《无重力》啊，是这首歌哦，我想问啊，是不是你的亲身故事啊？因为 MV 的第一幕哦，你就脱掉耳机啦。脱掉拍呀、啊，然后那衣服没有脱很可惜啊。拿个 MV 开始是你在脱衣服，拍奇怪的东西吧？就像是你知道吗？介绍你的歌手身份啊，然后就这是我的故事，是不是？有一点是啊，真的以前失恋的经验拿出来一些。OK， 所以你感受到他的深情了哈。然后我觉得有一幕一定不是你的 real life 的发生事情啦，就是动到那个女生，她会哇。一般不会有人这样子。那个拍的会很辛苦啊。哦，还蛮辛苦的，因为要一直跳，然后往后跳，然后落地这样。好像那时候有撞到头，哎呦，有点痛的感觉。OK， 是为了那个效果，所以很好看。如果还没有看过要看，如果要看到最后一幕，因为最后一幕哇，一滴泪这样掉下来，是哎、欸，是放眼药水吗？不是，哦，真的吗？是哇，是水。没有，一点点眼泪，一半哈。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唱这首歌，我们最后一步要看到内地叫什么？我们要先去培养一下情绪，对不对 ？OK， 最后一首歌要弹的就是有听到你爸爸妈妈声音的啊，对，什么渣？对，然后那个什么渣哈，其实我就想说，哎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渣？那天我走。就是哎，怎么扎？你看人家怎么扎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笑，我笑。那我们说，哎，怎么扎？怎么扎？你手也不借我。讲得好，我怎么样？女生会杀死我这样。所以以后我们不流行 WhatsApp 的话，然后在 MSN 就怎么扎这样啊？没有错。所以这首歌就为什么会让我们听到你爸爸妈妈的声音？因为那首歌在写我自己的故事，从1980年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故事，然后发生了点点滴滴，然后也是感谢歌迷。那28年来，其实陪我最久的就是爸爸妈妈，对，所以就让他们来出他们的声音这样子。所以希望第8章能够录一下粉丝的声音啦，可能新加坡的、马来西亚的、台湾的，对不对？OK， 那也知道你今天是带了丧事来到新加坡，叫木乃伊之手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要不要告诉我们的？就这只手指头现在弯不下去，因为之前练舞就撞到 okay. 然后里面的骨头断掉 okay. 所以说就是有点只剩四只脚和手指头的感觉，但是应该在1-2个月之后也会复原的。好，那虽然是受伤，还是让静怡为大家表演哦，在新加坡可以让他感受到你们的热情。好，是昨天呢、啊、你做一件事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回到饭店之前呢，你到底干什么事？因为听说你吃了鸡饭，吃了两顿的鸡饭。OK， 什么鸡扒饭？鸡扒饭呢？好谁啊？好谁啊？那其实我很羡慕潘玮柏，羡慕他很多点。因为刚才你一出来哈，我旁边的女生啊，全部哇 ，so cute。然后我知道这边这几位哈，今晚是睡不着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刚才被你电到，他们是尖叫。对，我跟你讲话，这边的那个气氛真好，我跟你讲一直站着这边。以为是花边肉。OK，